Hi, my name is Kai Wan. 如果你是一位摄影棚里面的摄影师，那你一定知道 Tether 是什么东西。Tether 简单来说就是用一条 USB 线连接你的相机跟电脑，那你拍的照片就会快速传到电脑，那你就可以用电脑比较大的荧幕来检视你刚刚拍的照片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 Tether 我们需要连接一条 USB 线，那一条 USB 线通常都还蛮贵的，而且它的长度也有一定的限制，最长的差不多在5公尺左右。所以呢，你拍摄的时候，如果摄影棚比较大，或者是你拍摄需要走来走去的话，那一条5公尺连接电脑的线就会成为你的一个限制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找到一个新的产品，也不是新的产品啦，一个无线的产品，这就是我们的CamFi， 它就是一个无线 Tether 的工具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。 OK， 所以我们盒子里面有两本说明书，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CamFi， 然后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Micro 跟 Mini USB， 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热虚转接座，就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使用我们的 CamFi，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还有它的优缺点。那我们也会顺便测试一下像是传输距离啊、传输的稳定程度跟它的速度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测试吧。经过一阵子的使用，我可以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CamFi 到底好不好用。那第一个我觉得非常厉害，就是它的重量非常非常的轻。你看，像我现在上面有一个闪光灯触发，上面再加一个 CamFi， 但是我觉得它的重量根本就是微乎其微，你根本可以完全忽略它的存在。这个 CamFi 有内建电池，但是如果你拍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它很容易没电，所以呢，你就要接着行动电源来使用。重点是它的 USB 孔是 Micro USB， 很难插，也很难使用。为什么不是 Type C 呢？在 CamFi 上面还有一个网路孔，这个是给你插网路线用的，你就可以直接 FTP 直接传到你的云端上面，你就拍完，直接照片就在云端出现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附加功能，因为这是一个无线的东西，结果接了一条网路线又变成有线了，所以就是一个附加上去的，看你要不要用而已。我用到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软体都不太稳定，不管是手机的、平板的、笔电的或者是桌机的，都很容易闪退，然后或者是连接不上，或者是一直断讯。那它的 WiFi 跟我的笔电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就是有冲突就是的。我用了新的驱动程式也没有办法解决，我换了一张网卡也没有办法解决，反正我笔电就不想要跟它沟通就对了。我用的相机是2000万像素，那拍摄RAW档的话，一张照片差不多是20-25 MB 左右。那如果用 USB Tether 到电脑的话，差不多2秒钟就可以出现在 Lightroom 里面，就是传到电脑，套好颜色，在 Lightroom 出现，2秒钟以内就可以解决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测试的数据。那你用手机平板使用的时候，你预览看到照片只要2秒钟，但是它传的是一个小小的 JPEG 档，不管你拍摄的是 RAW 档还是 JPEG， 它永远都会转成一个 JPEG， 然后预览在你的手机或者是平板上面。如果你手机或平板开启下载 RAW 档的话，你就差不多要再等个10秒钟，它才会把整个档案下载下来到你的手机或平板上面。然后 CamFi 它在手机跟平板上面的 App 预览的话，它永远都是使用 JPEG 来预览，它下载了 RAW 档，但是它不会用 RAW 档来给你看的，它永远都是给你看 JPEG，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在暗部细节的地方，它就会变成一块一块，很明显的一块一块，反正就是压缩的那种痕迹都在。那 CamFi 下载到你的手机平板里面的 RAW 档，你一定要自己去打开相簿，然后把一张一张照片点开来看，它自己的 App 是完全不能去看你的 RAW 档的，很神奇。它里面有一个 JPEG 转换的品质，你可以调整它的尺寸或者是它的品质。那你降低品质或尺寸，它的速度会更快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效果全开的话，你的速度差不多2秒钟，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手机跟平板的 App 有一些附加的功能，像是我们的 Live View 啊，我们可以及时在远端观看你的影像，或者是你可以在远端操控你的相机的设定。那你还有一些像是缩时摄影跟对焦包围，对焦包围就是拍摄不同对焦点，然后再后置再把它合起来，这些附加功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电脑软体的部分。那在电脑如果你使用 CamFi 他们自家的软体的话，你也是一样2秒钟就可以马上看到你的影像，但是你传输的速度就不太一样，你传一张 RAW 档差不多是12-15 秒一张 RAW 档，那 JPG 就比较快，大概是3-5 秒一张。我们通常 Tether 到电脑就是因为我们要套颜色，然后马上看到我们的影像，但是我用 Lightroom 的话，我们时间其实还蛮久，我们传到电脑之后
如果要到 Lightroom 套完颜色然后马上看到的话还要再加个10秒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久，但是你像是 RAW 档你就是要12到15秒，传到电脑之后你要再加个10秒，所以你差不多就是20到25秒你才看得到一张照片，真是超久，这已经有点无法接受的久，你平常接线2秒钟一张 RAW 档这个20到25秒是怎么样最后到底谁适合买这些 Camfine 呢？那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拍摄节奏比较慢的，或者是你不需要进电脑套任何颜色，只需要在手机或平板看一下你的构图，那就还蛮适合购买的。但是如果你是比较专业用途，你的拍摄节奏非常非常快，那你还是去买 Tether Pro 他们的线材，或者是去买更高级的图传，这样会比较有效率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 Camfine 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，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，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yu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